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4月14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射手座的朋友，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出现身边的时候呢，不要犹豫，好好的抓住它，能够有非常棒的表现机会。处女座的朋友，不管是自己的兴趣嗜好，或者是一些你的一些梦想，其实能够渐渐的成型，也可以去好好的发展一下。金牛座的朋友，多多参加聚会活动，可以拓展自己的人脉，累积一些无形的资源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母羊座的朋友，如果你有多角恋情的话，可能要小心曝光咯。双子座的朋友呢，跟好友互动的时候，小心这个说话的时候要拿捏好分寸，免得言多必失。这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白色，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红色，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咖啡色，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黑色。